关注一下，关注关注一下，关注关注关注一下，关注一下。不是中暑。大家好，我是秋雨呢，今天又来给大家做视频啊。那本期视频的话，给大家带一期这个枪王排位的解说视频了。然后今天给大家玩的呢是这个潜艇乐，是上一的我们担任的保卫方啊。然后在视频开头呢，秋雨给大家通知一下啊，枪王排位会在3月4日更新啊，这个官方发布的。但是很多小伙伴呢可能不太关注官网的通知啊，所以说呢经常会在直播间里问啊。还有呢就是。上次的这个月底休假情况啊，就是我们这个直播呢一般在最后一个月的最后3天我们老大会给我们放假，但是有时候秋雨没事的话放假还是会播啊，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一般都是会休息的，因为平时直播的这个强度比较高啊，一播的话就是8-9个小时那种，播很累啊，所以说一般月底的话我都会休息，但直播间还是会有小杨或者七良会直播啊。啊，然后这里，今天给大家打的呢，就是这个以前的老版神器啊，迷彩 M4 了啊。这把枪的话，据说是歪哥的前妻啊。那今天小秋呢，就来跟嫂子说一声晚上好啊。当然，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歪哥说的老婆呢，是他自己手里的那一把啊，手里的。别自己手里的枪和别人的手里的枪虽然是同款啊，但是呢意义不同，有没有啊？虽然现在歪哥仓库不一定有这把枪啊，现在这个枪的话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有些人的仓库里面是会有永久的，现在用起来还是比较好用的啊。只是前面的话，却与碰到的这个对手呢都比较靠啊。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打排位一种新的一个定律啊，就是打潜伏他唯唯诺诺，打保卫他重拳出击啊，有没有？大家有没有平时有没有感觉到啊？就打潜伏的时候，你想跟队友打波配合啊，咱们一起去破个点，什么3-2 A 呀、rush B 呀，根本不可能啊！一般的队友大多都会开局呢，在这个家里面先卡个1分半钟那种样子啊，然后除非你冲上去把点破了，告诉他们那点没人了，他们可能会。啊，带着 C4 慢慢悠悠的走上来啊。好的，那本期的解说视频就为大家带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么的。打 B， 这把可以打 B。全体有一个区。打 B， 来 B B B。Multi kill， 全体三十，兄弟，靠你了。这个琉璃在一包，哇，好准啊！这给我2发了呀，厉害！去 B 了，给我视角去 B 了，到卷底了，刚才已经。有可能小黑屋里躲着他。加油，我打他30。耶、yeah, ，不太妙啊！抢包逼控怎么样？我觉得队友好像有点太软弱了。打够了。跟一室友往 A 打吧，他们应该补 B 了。他们 B 点应该回防了，打 A。90，这个 OO 打90， A 摸 OO 打90，两个卷底进步来控了，躲着的，靠好，贴对，就这样双架，那个他们第二名我打了90血，怎么老被人反秒啊？我一枪打他头我都打不过他，他直接站定了给我2发，我咋跟他玩嘛？还打呀？我觉得没有必要。我觉得真没必要。逼宫进了。我把炮掉在逼宫里了。
打兵，打兵，打兵，打兵！再蹲下一窗。你五十五十 ，B 包掉了，掉了，掉了，下包下包，捡包下包，哥们儿加油！哎呀，还有一局，还有一局，最后一分了，决胜局，兄弟们稳住了啊！这波没压住，这哥们儿怎么把把打呀？天哪，给我起住了，我想钻管道都钻不了。最后一把，各凭本事，牛逼！打 A， 来来来。黑掉了，操！快来帮我！操了 ！Fire in the hole, double kill, multi kill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！哦，天老爷啊，太难了，这一把极限二十杀。我一死必输，天哪！